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. 祖国的权利和为保卫祖国而牺牲，一切正常全国安乐，用事实的说，安乐在公然心中说，你们当全体坚持安乐的绳索，不要自己分裂。我见证我努非如为有安乐，对于无偶，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乐的。 国人及其实是祖国在人民心中有着很高的地位。祖国的安全是所有人们肩上无法推卸的责任，因此我们不要忽视保卫祖国，也应当把这种意识种在我们孩子的心中。 热爱祖国是安拉所赋予人的秉性。阿斯玛一说：“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的真正和忠诚，那就看看他是否渴望回到祖国，是否怀念祖国的友人，是否怀旧保卫祖国和。” 为祖国而牺牲自己的生命，和在成属于教法规定的对祖国的责任。所有生活在他土地上的人们，都负有这种责任。因此，伊斯兰教法命令我们热爱祖国和保卫祖国，并为提高它的地位。 推动他的发展而工作。穆圣先生曾被逐出埃及买下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是多么有美多么博我喜爱的城市啊！若非主人逐出我，我一定日住在你这里。” 穆圣抵达麦地那的时候，阿布巴克和贝利亚里换了热宾了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像我像喜爱麦加那样，更加喜爱麦地那吧。热爱祖国不是口头说说而已，一卷不是喊喊口号，而是。” 为祖国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，真正的爱国主义是为提高祖国的地位、保卫祖国安全和稳定、推动它的发展而工作的宗教和爱国主义，都需要履行对祖国的权利和义务。 祖国最重要的权利之一，就是为了保卫祖国而牺牲。毫无疑问，为了保卫祖国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是牺牲中最高的品级。正如安拉所说，行事中有许多人以实践他们与安拉所定的盟约。 他们中有承认的，有待疑的，他们没有边界，穆圣已不说活跃的心法，想保卫祖国的人报喜。正如穆圣所说，两种眼睛不说活跃的心法，因怕安拉的哭泣的眼睛，为主导人。 人工二熬夜的眼睛，为了保卫祖国而牺牲的人获得重大的报酬。狱中先知、成行日历史和限量他们一同永于流言。正如安拉所说：“以便安拉准备行道的人。” 而以你们为见证，安拉不喜爱不义的人。又说
凡服从安拉和使者的人，要以安拉所忽悠的荣显之。用心的人、深度的人、善良的人同在，这等人是很好的伙伴。我说了一声这些，就安拉饶恕我和你们。一切赠送成为安拉用使者的主。各位穆斯林，为了保卫祖国二轻装或重装的主人，为了保卫祖国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，履行这个义务是对祖国最薄弱的信仰了。祖国税不是只有一代人支付，也不是有一部分人国民单独支付，而是所有后代一起支付。我们对祖国的义务有多种形式，其中包括一，将各样工作做得尽善尽美。伊斯兰教提升了工作的价值，伊斯兰视工作为一种崇拜，也是崇拜中最高的评级。牧师说，安拉的确喜爱精通工作之，而履行职务，因为履行职务是宗教和祖国的义务。忽视履行职务是最严重的腐败形式之一。根据人所承担的职务责任越大，则困难越大，所以责任的范围越大，承担者所需要具备资格就越高。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力、精力、经验和信誉。普人心中应该感到安拉能听到和感见他的各种声音和所有行为。正如安拉所说，无论你们在哪里，他是与你们同在的，他是检查你们的行为的。三，尊重祖国的国旗、国歌、国号。国旗是国家的国号，所有的公民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，都集中在国旗的周围。国旗下的公民取得了所有的成就和成功。尊重国旗是建设强大的国家最重要的日入之一。四，在当地、全球和任何地方都很好的代表国家。为提高我们祖国的地位，推动我们祖国的发展而工作，一个人应该是自己国家最好的大使。五，不允许伤害祖国领土和财富，也不允许以言行做伤害祖国的事情。在必要时必须以言辞和声明打击祖国的敌人，奋不顾身的去斩断那些破坏祖国安全或稳定的魔手。主啊，祈求您保佑埃及和所有国家免于各种患难。